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佩雷斯被指对 C 朗回归唔感兴趣。据西班牙媒体塞尔电台嘅消息，皇马主席佩雷斯对于 C 朗回归皇马咧唔感兴趣。同时，皇马主帅斯丹亦都对 G 巴里都系冇兴趣。喺祖云达斯欧冠出局以及联赛不敌宾尼云图之后，关于 C 朗嘅未来再次成为媒体以及系球迷热论嘅焦点啊！之前有媒体就话 C 朗愿意回归皇马，但系塞尔电台称皇马主席佩雷斯对于 C 朗回归皇马就唔感兴趣。目前租借喺热刺嘅 G 巴里，之前喺采访里边表示自己嘅目标咧，就喺租借期结束之后咧，就想翻去皇马。咁对此，塞尔电台嘅报道就话，皇马主帅斯丹对于 G 巴里嘅回归咧，都系唔感兴趣。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